大家好，我叫简玄荣，我来自台湾的新北三峡镇，然后我是今年四月来到兴隆社区，目前在志和社工机构做服务。就是我当时过来的时候是受到老师推荐，老师是说这边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有口皆碑的台胞聚集地，因为很多人住在这边，他觉得我其实是可以尝试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现在包括政府啊也非常鼓励台青到大陆这边来，尤其是手来族，就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台湾人才到我们厦门来安居乐业。所以觉得我可能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做一些服务，然后到了兴隆，来到兴隆其实对兴隆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好，就从那个路口下来的时候，整个看到那个看板跟宣传栏，就觉得我们社区很有活力，然后也为台胞考虑了很多事情，包括说两岸这个社区的频繁的往来都让我印象觉得很好，决定要留在这边继续服务。这几年看到有非常多的对台的优惠政策，这促进就业啊，或者是提供的一些岗位等等，让我都觉得是对台青非常的照顾。所以我是蛮推荐说，如果台湾的青年朋友他想要尝试一下到大陆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厦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